日本鬼子跳舞，丢人！你给我说。好戏。 姐夫，这怎么回事？我给你看过来。<笑>那我可不想跟长死。不行，死就赶紧溜。啊？你看这儿，你还有心思管这儿啊？这四大后面有个狗洞，咱从那儿钻出去逃命吧。嘿，走啊！ 你先走，你走，长者为我，还是你先走先。我说什么狗屁长者为尊？你走，走前面。看，怎么样？武艺和他的警卫队附上来了。 无论多大代价，都给我顶住，一定要掩护几个姑娘冲出去。是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你小子抢什么抢啊？我的天！你长者为尊哪去了啊？跟狗吃了？跟谁叫你拿枪了？还顶着我，顶着我的钱，给钱吧。那不是到哪都在钱。 给捡吧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包能值那么大了吧？你看看，我脑袋上的也找，该找不了。哎呀，我。
垃圾。小鬼子上来了，快撤！那你们呢？别管我们，我们顶着，快走！走！爸爸，怎么了？给小鬼子带药。怎么样？小鬼的火力太猛了，队长，那几个姑娘呢？这次进攻我们就撤，不要丢下一个伤员。准备手榴弹。是。大姐，我不行了，还是我不对了。大姐，我看小鬼子已经追不上咱们了，要不咱们就在这里歇歇脚吧。您看这事儿呢，好得彪啊！看见，是看见，大姐，这事儿不怨我，可不怨我呀！不怨你怨谁？怨谁？见了。师团长问问你话，快快回答。这事儿肯定是中共游击队干的，中共游击队干的。你说话怎么也结结巴巴的？你学我干个球，我怎么了我？
受得了把你给砍的砍爆？侦缉队有我。你说什么？这叫长江后浪推一个推前浪，一浪更比一浪强。有我的姑爷爷，我的姑奶奶刘三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？哎，嘿，我少说，我个不。闭嘴。你站起来吧。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的不杀之恩。你说这一切都是中共游击队干的？根据，根据，根据就是他们杀鬼子，不，他们杀太君的狠劲就是根，他们那股不怕死的劲就是据，还有那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娘们，你说国军哪有那狠劲啊？啊，他哪有那能耐啊？中共游击队，我是文心，给我进司令部。阿盖，恳求你救救我的队长。救他？为什么要救他？两国交战，不杀战俘，这是日内瓦公约规定的。日内瓦？日内瓦公约能约束得了我大日本皇军吗？幼稚！我不知道什么日内瓦。我只知道，死了一名中国士兵，对于我来说，就等于是少了一个顽强的对手，这何乐而不为呢？你真是个人面兽心的刽子手！谢谢，我很喜欢刽子手。来人，把这两个人拖出去，活着的来了。喂，等等，哥哥，请您批准把这两个曾子兵送进咱们的医院进行抢救治疗。再说一遍。我请哥哥批准把这两名中国军人送进咱们的医院进行抢救治疗。江川政府，不要你戴上了旭日勋章，得到了大界总司令官的赏识，就可以指手画脚的命令我。我不是命令，是请求。请求，请求，请哥哥给妹妹一个愿意，批准我这个请求。
但愿这种请求只此一次。谢谢哥哥。哥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问我？聪明，我就是想问问，你是怎么知道中国军队的特工要端掉我的司令部分，提前设伏的？您身为师团长，管的是千军万马的大事，没有必要为这些小事。怎么，连我也要保密？不，那就给我照实说。请哥哥原谅，是我不能。为什么？多一个人知道我的这条暗线，就多一份危险。您只要记住我东方有这样一句古话就行。什么古话？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。你要想尽一切办法，尽快让他俩苏醒过来。这两个中国军人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嗨，孟浩，若别行动队，我奉江川队长的命令，前来带走被俘的那两个中国军人。我怎么没有接到命令？命令？我当然有。站住！什么？你干活？特别行动队的干活。我奉江川队长的命令，前来带走被俘的那两个中国军人。没有枯叶长官的命令，谁也不许进。我这就给你命令。这是哪里大厅？好像是医院。妹妹，你赶快去医院。嗨，怎么回事？肯定是兄弟本来就怎么样了啊？那咱们怎么办？为什么怎么办？咱们俩抄家伙，跟他们拼了！去。我是国军特务室队长明涛，中共龙路游击队副队长梁权。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你们。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中，我是一个站的更名成员，用战不客气。二长，走！你到二班负责点后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都必须给我坚决顶住。是，二班我走。明队长，我们从这边走吧。好，走。
谁也不许后退，一定要保护杨刚他们安全的撤离。班长，我们不退，我们不退。准备战斗！警告！我代表大日本皇帝命令你放下武器，举手投降。班长，我们绝不投降。我们绝对不投降。你听见了，我们绝不投降。警告！啊啊啊，生生看不响，一声半月都地颤荡，对不住，将长剑万分开啊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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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我的救命恩人，你到底是谁呀？小鬼子上来了，你们快撤。那你们呢？别管我们，我们顶着，快走。老爹，这就是为我们救死的陈林队长和他的副官方志阳，这是我们的铁峰队长。铁峰？你不是叫志峰吧？老同学，就是我呀。哎呀，你什么时候改的名字？从延安到了这儿，我就改了。你领导的龙路游击队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，连我们师座都让我们好好向你学习啊。说这些人，你呀，在我这儿好好养伤，我伤好了送回去。恭敬不如从命，你安排好了。人到齐没有？只是二班长在这二班打掩护还没回来，我已经派通讯员去找了。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不是，二班长和二班的全体同志都牺牲了。江川，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到底是谁？哎，三姐，你自己一人在那儿嘀咕什么呢？真是，三姐，干什么？你也吓了我一跳。我问你话呢。问我？你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嘀咕什么呢？哦，我嘀咕，就咱们的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嗨，这还用问呢？知道了。嗯，快说是什么人。你真想知道？净废话，快说！那你可得记好了。怎么这么啰嗦你啊？好人，你敢耍我？哎，揍你！三姐又欺负人了，还有没有人管呢？哎，你们俩怎么又打起来了？陆勇，还不把手放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这小丫头她耍我。我怎么耍你了？你就耍我了。大家二姐，你们给我评评理。我说救咱们的人是好人，不对吗？废话，不是好人谁救你啊？这不就结了？那是呀、啊，要不是他们今天及时帮助咱们，恐怕咱们今天就被凶手自杀。所以啦，以后我们必须知恩图报。这是我听过三姐说的最最最中听的一句话。怎么，你以前说话都不中听吗？你看你，我前面不是给你加了三个罪吗？这么丑，咱们连恩人是谁都不知道，这往后的恩可怎么报呢？咱们找找去，到哪里去找？他脑袋上更没写个字儿。不用找，不用找了。你知道他们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不说。我们只要知道他们是杀鬼子除汉奸的罪魁祸首。只要以后我们多杀鬼子，多在鬼子的脸上印上咱们的黑玫瑰之印，这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知恩图报。小川，你不能再喝了。不，我要喝，要喝。你喝这么多酒干什么？是不是还是为了亲手血刃那几名中共游击队队员的事情？不是，当时我是命令他们放下武器，举手投降。这样他们还可以多活几天。可是，他们拒绝了你的命令，这让你感到意外了？喷出的鲜血，真是太红。太红。妹妹。妹妹。你哭什么？我不知道这个胜利者是属于我，还是他们？我们用黑玫瑰之印杀鬼子报家仇的誓言是发出了，可真要杀鬼子，那可是需要真本事。要不然，鬼子没杀了，我们反而被鬼子杀了，那誓言不就变成了一句空话了吗？所以，我们必须要尽快掌握杀敌的本领。我们想学。可谁来教啊？对呀、啊，谁教啊？我，你，怎么的？你还不信啊？咱们大姐呀，从小就学会了武术绝技。我说嘛，几个小鬼子都进不了她的身。大姐，你一定得教会我们呢。教，我一定教。哥哥，抱抱我好吗？抱你。就像我小时候那样。哥哥。搂紧我，搂紧我。
大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嫌长头发打鬼子的时候不方便，就干脆剪了，这样多干净利索呀。我是不是也得剪？怎么，舍不得呀？嗯。为什么？这，痛快说。说就说，头发剪得像个男孩子，这往后可怎么嫁人啊？嫁人？是女孩就要嫁人吗？大姐，你就不想嫁人吗？大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也要学你，这辈子永远不嫁人了。傻妹妹，咱们是一起杀鬼子，又不是出家。我没有要求你们非剪发不可，这是个人所好，爱剪就剪，爱留就留嘛。队长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今天在庆祝会上跟小鬼子拼杀的那几个女孩子。刚才我也听大鹏他们说了。说什么？他们说他们都很佩服这几个女孩，年纪轻轻的就敢跟日本鬼子刀对刀、枪对枪的干，真是不容易啊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几个。找到他们？我们龙路游击队有这娘子军也不错啊。我是顾云，是我。最高司令长官阁下，您有什么指令？明天上午10点，你必须赶到我这里。听清楚了吗？明天上午10点。
大姐，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？明天一早咱们就开始。眼睛看前面，看哪儿呢？子，看看你们的腿都成什么样了啊！右脚立，手高点，五、二、啊，我不练了。起来！我说大姐，咱们都是自家姐妹，你何必对我们这么狠心？手下留点情好不好？你说什么？手下留情？你看看你们，练得像些什么样子？大姐。我真练不动了，练不动也得给我练。大姐，你别对两个妹妹那么凶好不好？我凶？难道我能比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还凶吗？你们给我记住了，上了战场，我们跟鬼子拼的就是命，他们不会对你们留一丝情面的。想活吗？想活就得给我练。我说蓝墨姐，咱们差不多就行了。差不多了，差的还远呢。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没头。对，至少要等到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那一天。那你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嫌长啊？要不这样，你们三个人来打我，要是你们打得赢的话，你们就可以不用再练了。此话当真？我说过假话吗？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凭什么算了？你是大姐，让我们三个打你一个，万一伤着了怎么办？万一伤着你，我们也心疼啊。不用心疼我，你们三个把你们的本事都亮出来吧。大姐，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好虎架不住一群狼。行吗？废话少说，来吧。来就来。
胡爷，你过来。你看看我下的这盘棋，是白方胜呢，还是黑方赢啊？你是不是在判断我是白方呢，还是黑子呢？你是不是想投其所好，再说阿谀奉承的话呢？对不对？总司令官阁下，卑职请直接回答我的话。卑职辜负了司令官对我的期望，请司令官阁下对卑职严加惩处。惩处？你想我怎么惩处你啊？是撤掉你师团长的职务，还是送你上军事法庭啊？无论我怎么惩处你，我们那十几个进了靖国神社的大日本皇军士兵是再也出不来了。来啊！嗨，班长，嗨，胡爷，我不想再跟你废什么话了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我只给你最多一个月，一个月，多一天也不行。你如果再不能彻底消灭你眼前拼死抵抗的中国抗日武装，那等着你的下场将是很难堪，很难堪。天皇陛下赏赐给你们古野家族的一切荣誉都将一扫而光，一扫而光。卑职明白。如果你的战绩像你画的这幅画一样出色，该有多好啊。总司令官阁下，卑职不要再说了，我又不想听，记住我给你的最后期限。嗨，哥哥你回来了。您怎么了，哥哥？你在叫我什么？哥哥呀，难道您不是我哥哥了？八个，我姑爷康弘现在只是大日本皇军的一名军官，早已不是你的什么哥哥了。哼，你呀，你肯定是被大介总司令训斥了一顿，对吧？中国人，我迟早要把所有的中国人统统地杀光。统统杀光？我要捍卫天皇陛下赐给我们古野家族的荣誉。哥哥，您没有发高烧吧？发高烧？什么意思？没有发高烧，那你干嘛要说这些胡话呢？我这是在说胡话吗？咱们杀的中国人还少吗？可结果又怎么样？就连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年轻姑娘都敢拿刀跟你以死相搏，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？哥哥，我问你，高丽贡山上有多少棵树？多少棵树？如果你不能把那些数也数不清的树全部砍掉，那就不要在这里说这些
没有用的废话。二姐，等等我，慢点儿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当大姐的心太狠，手太重了呢？你们为什么不说话了？谁敢说话呀？怎么，明天再练时，你还不把我们给串散架了呀？我也怕。好妹妹，别怪我。我们习武的人都明白，一天不练自己知道，两天不练同行知道，三天不练对手知道。为了完成我们杀鬼子报家仇的事业，我一定要对你们狠一点。严是爱，松是害啊。自从我们切断了中国人所依赖的供应大动脉滇缅公路以来，中国政府就像被我们扼住了喉咙，令他们窒息。你们看，嵩山位于宝山路西之间，滇缅公路必须从此经过，它就像一个人的喉咙，只要我们扼住嵩山，就等于扼住了他们的喉咙，将他们置于死地。五爷，这就要看你们第十八师团的了，能不能粉碎中国人的进攻，能不能实现军部的战略意图，你们第十八师团是关键的关键。五爷看我明白，那就执行吧。嗨，请坐。谢谢老同学，今天我要回去了。你着什么急啊？多住两天。不了，嵩山战役很快就要打响了，我要回去重组我的黑虎队，尽快投入到战斗当中。好，那就随你的意了。我相信我们俩很快就会在战场上见面的。妹妹们，当务之急，我们要找到枪，特别是短枪。可是这短枪咱们去哪弄呢？要不咱们进城想想办法。进城？进城。大姐，你看他们就跟个孩子似的，一听到进城就能手舞足蹈。他们本来就是孩子嘛。对了，大姐，这次咱们用什么掩护身份呢？我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拉老道。我有个傣族朋友，他们家就有这种东西。拉老道。两虎一击赔了。哦，击击中了，击三个，三个。好，哎哎，给你三张。呀，快呀，两虎一击。你们玩的是啥？你这这……哎，别走啊，别走啊！大家伙怎么都走了呀？别走啊！东野，你
怨我什么？本来大家伙都玩得好好的，你这一来，全让你给搅和了，真是一条臭鱼惊了一锅汤。你怎么说话？怎么说话你？我就这么说话。三妹，他们不玩，我玩。你？我？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为什么？如果我们输给你钱，也就输了。万一我们赢了，我们怎么好意思收您的钱？不就是钱个钱吗？大爷，我什么都没，还没有，只有人钱。嗨，接着压，接着压，压压压这个，我再压这个。好，那家伙怎么还赖在那不走啊？谁知道？那小子真让我恶心透了。怎么？那天我被带到侦缉队，想占我便宜呢？就是他。我。你压这个，我再压这个，我不压了。杀杀杀！拉喽！一鸡一龟一虾。杀喽！杀杀杀！杀杀杀！姑奶奶，你别跟着杀杀杀！你要再杀，老子都输光了。你输，那是你手气不好，跟我杀有什么关系？你他娘！你怎么骂人呢你输急了。老总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愿赌服输嘛。您要是手头紧的话，大不了我们把这几张钞票还给您就是了。谁叫你还给我还了？那您这么吹胡子瞪眼的多吓人呀。再说了，为了这么几张钞票值得您这么大动肝火吗？这呀多影响您光辉形象啊。还是你这当姐姐的会讲话。好了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饶你这一次。多谢老总了。三只鸡赔了。我说我不能这么背，你个背。哎，那是谁呀？哦，那是小岛太君的管家。小岛是谁啊？军火供应商啊。军火供应商？就是专门卖枪炮子。但我们这儿的个枪炮子弹全部都是他给弄的。这家伙有钱多极了，就是有一个癖好，爱玩中国女孩子，每天都玩，起码那俩。赶紧隐蔽，快！
那是什么马？那么高那么大？这不是普通的马，是东洋马。骑上它可真精神呢。精神个屁！本来就精神嘛。你说女鬼子精神，我说她干什么？我说的是我们。我们？清风的意思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我们要想办法把她夺过来。对，夺过来。大姐，你看二姐和清风是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呀？夺小鬼子的大洋马能那么容易吗？肯定不容易，但或早或晚肯定要把它夺过来。军火供应商啊，就是专门卖枪炮子弹的。我们这儿的那个枪炮子弹全部都是他给弄的。哎，这家伙有钱，多个多极了，就是有一个癖好，爱玩中国女孩子。小宝，大姐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你来的正好，坐吧。我是在想，你是在想那个结巴汉奸无意中说出来的话，对吧？对，这个家伙无意中送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，军火供应商小岛。你也想到这点了？这正是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。嵩山大战势在必得，我第18师团已经严阵以待，坚决打退中国军队的进攻。我最担心的是我们的后方，怕的就是后院起火呀。我们就是要在他们的后院放火，而且烧得旺旺的，彻底打乱日寇的部署。我们要配合前线大部队拿下嵩山，恢复滇缅公路的畅通。杨川中总，敖队长，在。我把这个事关全局的重任交给你们两个。听着，你们必须拿自己的脑袋做保证，确保我们的后方物资供应和基地的绝对安全。绝对安全，听清楚了吗？嗨。我们要混进那个日本军火商小岛的家，拿他的人头开刀。好，好是好，可咱们怎么混进小岛家呢？办法我早就想好了。真的？什么办法？你快说。拉老道。哎，怎么这会儿还不开张？老总，您又来拉老道了。哎，我发现这玩意儿挺刺激。您要真想玩的话，我再给您支起来。大姐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哎，为什么就算了？老总，我看您还是到别的地方去玩吧。我喂，老总。我们什么也不为，就是因为家里太穷。我呢？我有。这是您的钱，万一要是我们输了呢？我们可赔不起。您笑什么呀？我笑，就凭你们三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还挣不着钱，那不是天大的笑话。
哎，我愿意为你们挑门帘，让你们挣到大钱。真的？怎么挣到大钱？姐姐，你看。不错，真的不错，个个都是一掐一骨头水的正厨。我的眼，你看眼神能差，你看差得了吗？这三个姑娘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你看大街上捡，你看捡的。捡的？嗯，这人要是有福，福气，你想挡他都挡，你看挡不住。哎，最近呢，我正愁着小岛太君的事儿呢。天天要新人，我到哪儿去找那么多新人呢？这下好了，咋，你可救了姐姐的大吉了。大姐，咱们走吧，我不想干了。我也不想干了。好，咱们走。哎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该怎该怎？我们不干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干了？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多丢人啊！丢。丢人他值多少钱一斤呢？你不要脸可以，我们可是要脸的。脸？没有肚个肚子呢，哪来的脸？不是你们自己说要挣大钱的吗？我们是想挣钱，可只要能挣钱，管他用什么办法。管家，把三位小姐带到客房里去休息。是，三位请。别再犹豫。明天一大清早，你们三个就是宰主。走。江川太君，您这样皱着眉头可是会起皱纹的哟。你没有感觉到我哥哥交代给咱们的任务压力重重吗？压力还重重？我没有，我一点也没有。你没有？没有，您在前面顶着，我能有什么压力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在前面顶着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是说您是得过旭日勋章的人，又是打败中共游击队的第一人，再加上您足智多谋，英勇善战，无论什么样的对手您都会战而胜之的。侯队长，你这么不遗余力地吹捧我，不肉麻吗？有意思吗？不肉麻。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见了当官的不敬，迟早害大病啊。袁绍，侯德彪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们的任务出现了问题，我第一个拿你试问。啊？小声点，这什么地方？我们的第一步实现了，下一步就要看那个几百汉奸的了。那个结巴汉奸怎么还没动静啊？着急了，我恨不得现在就。陆勇，这里有一句谚语叫心急打不着狼。我现在就给你们三位小姐梳洗换衣服，我要把你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让你们光彩照人。
行啊，又捞到外快了。哼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武刚，到，叫几个人过来。是。今天晚上，我们到了那里之后，大家一定要沉住气，想尽一切办法跟小鬼子周旋。一定要记住，既要打住狼，又不能被狼伤着。可万一……哎呀，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，哪有万一？那万一有了万一呢？小小妮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啰嗦？你要是害怕，就在外面等着我们。我不。我觉得清风的担心不是多余的，真要有了万一怎么办？咱们必须事先把办法想好，要不咱们不就又白忙活了吗？没错，我们现在就要把可能出现的万一尽量都想出来，大家想想办法。可整把他绑起来。姐夫干嘛拿我呀？十三说吧。我干啥了？这用我说啊？你啊，老老实实的从实招来，省得我费事。我招什么？看来你是真逼着我大义灭亲啊，把你交到皇军那儿去。嗨，我究竟干了些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别再装傻了，你是让我再点醒你一下是不是？我啊，今天都忙什么？我今天忙什么了？跟小岛太君。这你也知道？这不是我知道了，是皇军江川队长知道了。啊，他知道。你们都下去。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，不然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。说不说啊？我，你就别怪我无情无义了。我现在就打电话，让江川队长来带你走。姐，我就说，哎，谁让你是我小舅子呢？我这人啊，就是心慈手软，菩萨心肠。这样，再给你个机会。清风，你现在心里有底了吧？你们呢？我没问题，我早就有底。你早就有？当然，我是宁可玉碎，不畏瓦全，大不了拼死一搏，谁怕谁呀？为了统一行动，我摔杯为号。我说刘三，你这皮条可忙活这么半天，他就给你这点东西啊？我告诉你刘三，我可不是为这点小钱啊。你可以翻呐。你给小岛太君找了几个女人呢？不，四个。四个？这我不可能算个算多。长得怎么样啊？那
那长啊长家，那身个身条，那个大腿，那真的，一眼看过去，像你那准。这准得个晕。我说啊，你呀，笨的，又，别又了。你再啥也得给我，不，主要是给你自己留一个呀。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嗯，我知道了。你放，把门打开，放我出去。刘队副，您别喊了，没有侯队长的命令，我们可不敢把你放出去啊。那人呢？你把侯德彪给我找来。不知江川小姐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小岛先生不用客气。不知深夜造访，有何贵干？我听说你找来了四个中国女孩，对不对？江川小姐真不愧是搞谍报工作的，连我弄来几个中国女孩，您都知道。他们人呢？我要见他们。他们？啊，他们早已经走了。走了？我要去看一看。且慢。怎么？江川小姐是要搜查吗？这是我的职责。如果你搜不到你所说的中国女孩，怎么办？你想怎么办？那我只好请江川小姐留下来陪我们几个畅饮几杯。八嘎。人呢？大姐，你快来看，是那个女鬼子。你说她会不会把咱们的事情给搅和了呀？应该不会，咱们早就应该下手的。如果早下手了，现在也大功告成了。我看未必。为什么？咱们虽然跟他们是四对四，但是在他们清醒的时候动手，也未必能够大功告成。可现在，沉住气，再等等看。小岛，江川小姐，有何子？你们几人喝酒？啊，我们是四个人。四人喝酒，为何摆放着八只酒杯？这个你又作何解释？这个用不着解释，我们就喜欢用双杯喝。这个你也管呀？你我怎么了？难道我说错了？我这都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。这里的抗日分子无孔不入，咱们现在都是在刀刃上过日子，
不多加小心，就会掉脑袋。骇人听闻！我大日本帝国是世界上的主宰，我大日本皇军所向披靡，抗日分子早就逃之夭夭了，对不对啊？对。等等，你没有搜到人，就应该兑现诺言。我可以不留下你陪我们，但是这酒总是要喝的，而且是按我们的规矩，双杯。双杯。哈哈，他走了，咱们的好节目可以开始了。哟，这大哥，别着急嘛，等人家慢慢把衣服脱了呀。你干什么？蒋纯，我不干了，我现在就辞职不干了。到底出了什么事？请您好好管管您的手下。我的手下怎么了？八嘎！
我们去帮大姐。等等，枪。走。妈，妈的，什么？你干我？哪里搭枪？哪里搭枪？肯定是小岛那里。守卫队，紧急集合！清风，你在干什么呢？记账。记什么账？总账。你把话说清楚，别让我们猜谜。这还不清楚吗？我不消灭204个日本鬼子，我绝不罢休。因为我的家人和乡亲们共有204人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被杀害了。清风做的对。我们就是要牢牢记住这笔账，我们就是要跟小鬼子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。今天这一仗，不知你们有什么体会？我的话，你们没有听懂吗？大姐，我实话实说，今天我才感觉到，我们的武功真的是差远了。我们现在谁死在谁手里，还两说着呢。我也承认，我也打不过我那个对手。我更打不过了。我要的就是你们这句话。承认对手比自己强，比自己厉害，这并不丢人。可怕的是，明明打不过，而闭着眼睛说瞎话，说大话。既然打不过，我们就得想办法打得过。什么办法？办法只有一个，苦练。
姓刘的，姓刘的，见了我怎么不站起来呀？饿，嗯，你这饿，两腿无，无力。属猪的，还想着吃呢？嗯，你人人人是铁，个饭那饭是钢。好，那就到阴曹地府去吃吧。你还不知道吧？你闯了大祸了，天大的祸呀！你别跟吓我，吓唬你！我告诉你，你给小岛太君找的那四个姑娘，玩的过个更，过瘾瘾吧？过瘾了，全去见阎王爷去了。啊？你眼睛瞪那么大干什么？我是来听你的，江川队长要亲自审你呢。别，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是死是活，那全看他的心情了。姐夫，谁你姐夫？我现在就要跟你割袍断义，一刀两断，划清界限。把他带走。队长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，快坐。怎么样，介绍透明？这是八号情报员给您的情报。队长，八号情报员还让我告诉你这么一件事情。昨天晚上，有四个年轻的姑娘潜入到那恶贯满盈的日本军火商小岛家里，把小岛和三个日本军官都给杀了。知道是谁吗？黑玫瑰啊。黑玫瑰？被杀的小岛和三个日本军官都被盖上了黑玫瑰之印。真的？这件事情啊，都已经传遍全城了，老百姓真是拍手称快，他们载歌载舞就像过泼水节一样快乐。妹妹们，咱们现在还不能高兴得太早了，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。大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了？武器已经到手了，至于下一步……你快说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呀？没大没小的，把嘴闭上。那人家本来就知道吗？你知道，你就知道吃饱不饿。洛勇，你是姐姐，就应该有个当姐姐的样子。好好好。对不起，我们家四小姐，你请说。大姐的下一步啊，是夺马。对，夺马。黑玫瑰这个名字很响亮啊，也很有想法。她们会是什么样的女孩子呢？从她们打出来的旗号就不难看出，她们的家园是毁在日寇的手里，她们的亲人是死在日寇的铁蹄之下，她们是在复仇。骑着高头大马，挥舞着钢刀，像切西瓜似的，把小鬼子的人头一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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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切下来，真是太神奇，太威风，太潇洒，太漂亮了。哎，三姐，你哪儿来那么多太呀？靠边，往后站，看着啊。呀！二姐，你看三姐她是不是着魔了？我看像。你俩说什么？别打击我好不好？老三，你这种啊想骑马杀敌的精神是好的，这股子劲是足的。可是现在咱们根本就没有马呀，马都在鬼子那儿。
所以首要的任务还是要怎么想办法弄到马。就是这儿，他们把他就安在这儿。什么摊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就是个拉，一拉就赢钱的那种。你说了半天说什么呢？本来就是。你是在这儿见到他们的？就是。三个人。那你是怎么把他们引狼入室的？是，就是那个姐姐，她对我说。局长，走。老同学，林超，你来了。铁队长，怎么样？伤好了没有？谢谢铁队长的关心，我的伤势痊愈了。林超，你呢？伤口还有些疼，但已无大碍了。所以你就急急忙忙的来找我了？在哪里跌倒，就要从哪里爬起来吗？上次我们黑虎除了我和方副官，其他兄弟全都壮烈殉国了。这次我带来黑虎第二小队，就是要踏着黑虎一队弟兄们的鲜血去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任务。姐夫，你给我求情，不能杀我。别叫我姐夫。再说了，杀不杀你也不是我说了算呢。江川太，你们可千万不能杀我，留着我还有那个大作用。留着你还有用？有，那三个女孩，只有我见过。你们要抓她，还得靠。这小子将来还真有点用。那好，这次我就不杀你，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感谢江川太君。谢谢江川太君。你是我的奶。和祖奶奶。